呢三十幾平方米嘅呢度啊，住宿只為度量衡，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。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。各位观众、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、收听《毓民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嘅主题系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。呢句说话就出自《诗经》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戒。意思就系话，提意见嘅人即使系提得唔正确，亦都系无罪嘅；听取意见嘅人即使即係冇對方所提嘅所謂缺點同埋錯誤，亦都值得引以為戒。政治人物特別係擁有權力嘅人，面對批評嘅正確態度應該係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。絕對唔係好似香港嗰啲充滿權力的傲慢嘅港共領導人咁樣，面對批評只會表示笑罵由人呢種不負責任嘅態度。嗱，講到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就令我想起中共當年反右運動嘅歷史。嗱，中共中央喺1957年4月27日就發布關於整風運動嘅指示，號召中國全地開展繼1942年延安整風之後第二次整風運動。個原則就係，不論在座談會、小組會上進行批評的時候，或者個別交談的時候，都應該放手鼓勵批評，堅決實行知無不言、言無不盡、言者無罪、聞者足戒、有則改之、無則加勉的原則，不應該肯定自己的一切，拒絕別人的批評。但是在同年的7月1日，《人民日報》就發表了由毛澤東親自執筆的一篇社論，《文匯報》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，為正在掀起的反右鬥爭注入了更加猛烈的火力。不少被打成右派的人就不服氣，甚至有些未被打成右派的人也都質疑這一場反右鬥爭。不是說了說言者無罪的嗎？毛泽东就在《文汇报》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这篇文章之中去回应，他说他们人数极少，在民主党派中，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，不可轻视。这种人不但有言论，而且有行动，他们是有罪的，言者无罪，对他们不适用。毛泽东更加毫不隐讳地指出，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、牛鬼蛇神大明大放，让毒草大长特长，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，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。就是说，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，让资产阶级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場戰爭，報紙在一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，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，一切整風的機關、學校的黨組織，對於這種猖狂進攻，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，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，什麼人的批評是善意的，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，
從而聚集力量，等待時機成熟，實行反擊。有人說這是陰謀，我們說這是陽謀。2014年的10月23日，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面說，一些人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，妄議中央。2015年10月21日，新版的中共紀律處分條例就出籠了，規定通過信息網絡、廣播電視、報刊、書籍、講座、論壇、報告會、座談會等方式妄議中央大政方針，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。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和習近平的不得妄議中央，是中共極權統治不許人民亂說亂動的一以貫之。多謝各位收看收聽本節目，下集再見。